So now we will continue to study the Sutta 五阶。现在我们继续讨论佛陀最后的日子，也就是《大般涅槃经》第二部分。上一堂课，我们讨论了七个王不衰法。今天我们将会继续讨论比丘七不衰法。我们讨论了这一些七王七不衰法，今天继续讨论的是比丘的不衰法，就是有七不衰法是比丘可以运作的。当佛陀跟阿难尊者讲解王七不衰法的时候，那瓦萨嘎拉大臣呢，就得到启发，知道怎么去攻占瓦坚国。瓦萨嘎拉他妈妈知道过后，他就回去王宫报告给阿加达萨杜王听。这其实当瓦萨嘎拉婆罗门离开寺院的时候，佛陀呢就即刻召集了所有的比丘在灵鹫山上，根据那时候呢，佛陀吩咐阿难尊者召集所有在王舍城的比丘聚集在礼堂，让大家都聚集过后呢，阿难尊者就回报佛陀说，所有的僧众已经集合在一个法堂里，然后就邀请佛陀去法堂给所有的僧众交接。那时候佛陀呢就去到这个法堂，佛陀坐在法桌上，那时候佛陀就开示了这比丘七不衰法。比丘七不衰法第一个是什么呢？佛陀说，我将会给你们开示比丘针对比丘的七不衰法。第一，诸比丘只要诸比丘常机会多机会，那比丘将会生兴盛而不衰亡。在这一点呢，佛陀提出了第一项，可以让比丘不衰法的，不衰的，能够兴盛的法，就是能够长几回多几回。因为长几回多几回，就能够预期到比丘们不会衰亡而会兴盛。比如说在图片，大家看到了这图片是抛禅林抛毛丹莲抛总院的这个法柱戒堂，在每个月的这个新月和满月，所有比丘僧众都会集合在戒堂，然后就诵念巴蒂摩卡，过后如果下德基有不在，有其他比丘在，也将会趁这个机缘给所有比丘交接。所以这是多长机会，也就是每次菩萨热都有僧众的聚合聚会。所以在这种机会
里边呢，如果之前真有任何思想、任何事情发生，圣团理事都会报告给悉达多听，或者是长老听。比如说有某一些比丘不遵守戒律，或者是不遵守寺院的规矩，或者是没有衣食禅修，或者是某一些比丘从事了一些比丘不应该做的事物。当悉达多卡尔禅林的悉达多得到这个消息后，就会称这个乌波萨达里边给大家交接，请大家固定时间禅修，然后固定的时间来禅修报告，也趁这个机会交接大家遵守寺院规矩，遵守戒律。所以通常在这种机会，悉达多呢都会如此交接比丘僧团。如果悉达多既不在的话，其他长老、其他三座比丘呢也会趁这种机会给大家交接，大家也因此能够遵守这些交接和规矩。如此下来，寺院就能够兴盛，比丘僧团也能够在自己的禅修上进步，甚至他们可以，因为他们可以圆满自己的戒不犯戒，通过戒的清净，他也可以禅修，他们也因此定力可以逐步的培养起来，最终他们可以提升到禅啊，乃至道果和涅槃，也就是他们可以修习到定和慧。你都是根据悉达多基，根据佛陀教导，按照悉达多们的指引，他们如此修习。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长机会、多机会，对所有比丘、对寺院乃至对整个佛教教法都的兴盛是很关键的。所以呢，佛陀鼓励僧团、比丘僧团，长机会。多机会，通过如此做，就不会有坏的比丘、恶心比丘。即使有恶心比丘有的话，他们也不想住在这种环境底下，因为通过长老的交接，大部分的僧众都会遵守交接的内容，所以呢，恶心的比丘如果存在的话，他们都不乐意住跟这些清净比丘住在一起，他们就会离开寺院。所以从这种因缘底下，僧团就会能够维护清净的比丘住下来，同样的整个佛教的教法也会如此运作。所以佛陀就鼓励所有比丘僧团、比丘僧众应该长机会、多机会，无论针对寺院来说，或者是对整个教法来说，都是如此。那第二项，佛陀继续讲第二因素，怎么让比丘僧众能够不衰亡而能够兴盛？第二是什么呢？Samaga sannipati sandhi, Samaga uttahi sandhi, Samaga sangha karaniyani karisandhi。 也就是心中和合机会、和合三会、和合处理生事，如此说他们就会兴盛而不衰亡。来试验或者是针对整个教法来说都是如此。比如说在寺院里面有塔， 有佛塔等，在佛塔四周围呢都会有这个清理的工作。如果在禅林，他们都会有这个作物的组别，根据自己作物的时间，他们都会聚在一起来进行清理工作，清理塔的工作，或者是菩提树四周围的清理范围，或者是
戒堂的范围，所以这是美缪禅林，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图片是美缪禅林，美缪跑禅林。那第一个图片是寺院结界的这个仪式，那时候禅林也邀请了很多跑禅林分院的西雅都来集合，而且也邀请很多曼德勒的上座大长老来参与，有些从仰光，有些从舍盖过来。那时候就很多比丘被邀请来进行这个结界仪式，通过如此集合过后，大家才结界，如此结界就成功了。如果过程中有人反对结界的话，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有人不同意，他们就不参与这个僧团聚会，那时候结界就不能成功。他是如果他在寺院范围，但是却不参与结界的这个仪式，结界就不能成就了。所以所有比丘僧众在寺院里面必须参与这个结界，在戒堂参与结界过后呢，再念诵结界的这个结摩文，如此结界才清净，才能够成就，才是清净的戒堂戒区。所以就大众比丘通过身结摩一起完成结界的这个工作了。同样的啊，美缪跑禅林呢，也是靠近森林，时常都会有林火。现在就像现在这个时候，时常都会有林火出现。如果说不清理这个防火圈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森林大火将会烧尽禅林。大家可以从图片看到，这大火就是将要靠近禅林的大火。那时候僧众们都做好准备灭火。那时候比丘僧众们，尤其是在小乌波萨大热，就是大热乌波萨大，他们都集合在一起清理树叶，清理垃圾，以便防止森林大火烧尽禅林，如此才可以防止林火烧禅林。所以这也是僧众的工作。所以也不止如此的，如此有时候比丘也有时候也要进行一些工作的时候，比丘也会集合在一起。所以如果有如此集合但是如果有比丘说我要做某一些东西，某一些工作，我不得空，或者说我要缝袈裟，或者是我要烧烤钵，或者是我要做其他任何工作，以各自的借口不想集合，不想集会来完成这个工作，即使已经敲钟集中完成工作，但是他却给很多理由。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僧团的工作就不能成功，不能完成了。如果这么做，在寺院里面即使结界仪式也不能进行。如果森林大火烧尽禅林，也没有办法防止，那时就会毁坏僧团的东西了。所以呢，就是这边讲的第二个因素了。我们应该和和集会，和和三会，和和的处理生事，就是僧团的工作了，一起做，没有任何的这个不满。如此说，这个寺院僧团乃至整个教法将会兴盛而不衰亡。如果大家常集会，将会带来什么效应呢？如果说寺院是周围有敌人，或者是教法是周围有敌人出现，都可以比丘们呢就可以给他们处罚了，就是用僧团之威力处罚他们，
就可以解决问题啦。但是如果没有长机会、多机会的话，如果说教法的敌人出现，我们就没有办法处理了，也不知道敌人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正在怎么破坏教法、破坏寺院。所以如此下来，无论是寺院或者是教法都不能兴盛，反而会摔坏。这些敌人呢，将会破坏寺院，破坏佛教。所以比库门呢，长机会多机会，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出现，比库门就会互相讨论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是否应该给恶心比库用处罚，就是通过僧团的力量给恶心比库处罚。那如此下来，恶心的比库，也就是这些，也就是寺院的敌人或者是僧团的敌人，将不会干扰到寺院或者是教法了。也由于这个原因，和合集会、和合三会、和合处理僧事，那这个因素呢，是能够让比库慎重兴盛而不衰亡的。啊，第三项因素能够让僧众兴盛不衰亡是什么呢？阿本亚当那本亚贝三地，本亚当那什么亲的三地，亚他本亚的苏斯卡巴的苏什么阿达亚瓦比三地，还没有制定的不自立，已制定的不废除，然后实行已制定的律法。大家看到投影片的图片，这个图片是六次结集的图片，在缅甸。阿班亚当那班亚贝三地，佛陀没有自立的戒律，如果比库呢，就不能够依自己的意愿而制定新的戒律。我们只是依据佛陀所制定的戒律而行。班亚当那萨摩提亲的三地，佛陀已经自立的戒，比如说227条戒，如果说有一些比库不认同某一些戒，他们不想遵守这些戒，想要废除这些戒，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边讲本亚当的萨摩前的三地，就是已制定的戒不能废除。亚达本亚的苏西卡巴的苏什么阿达亚瓦的三地，也就是依所制定的戒律而实行。This is called， 也就是不设立新的戒，不废除旧的戒，如实的去遵守佛陀已制定的戒。如此做，比库僧众将会兴盛而不衰亡。在佛陀时代，在舍卫城，有一天佛陀如此公布给僧团听，说我要3个月独处，不见任何人，包括比库僧众，除了送食物的侍者之外，全部人都不见。如此佛陀宣布要独处3个月，那时候送食物给佛陀的比库就可以见佛陀，其他的人包括僧众都没有办法接近佛陀了。佛陀如此宣布过后，就去独处。由于舍卫城的比库们呢，就设立了在比库僧中直接呢就达成一个协议。他的协议什么呢？就是全部人都不可以去找佛陀见佛陀。如果比库去见佛陀的话，他将会犯上阿基迪亚，就要对这一项罪忏悔。所以比库僧团呢如此制定这一个约定，
那时候舍利弗尊者的弟弟乌巴塞那尊者呢，他住在离萨瓦迪城很远的一个城市。有一天他就去找佛陀，而且还带上他的僧众随从。他也不知道舍利城的比丘僧众啊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所以当他去见到佛陀的时候，佛陀也去招待，也去接见他。那时候佛陀就问乌巴塞那尊者呢，你知道比丘在舍卫城的比丘僧众已经达成一个协议，不能见佛陀。如果说有人在这3个月里边见佛陀的话，将会犯上拔起提亚罪，需要忏悔。那时候乌巴塞那说他不知道这件事，那而且乌巴塞那尊者也说佛陀没有制定这一条戒，舍卫城的尊者们呢自己制定这条戒，但是又没有得到佛陀的允许，所以我不能遵守他们所制的戒，我不认同。那时候他就讲这一句话了，阿班亚班阿班亚巴三地，就是我如果佛陀没有制的，他不会自立。班亚班呢萨摩金巴三地，佛陀已制的将不废除。也他把你的苏西卡巴的苏斯玛达亚瓦迪三地，我们也将遵守如佛陀所知的戒一般遵守。乌巴塞那尊者那天如此回答佛陀了，佛陀听了过后就说萨都萨都萨都三声。过后佛陀就问身边的一位比库，跟他说您在穿这个分扫衣，分扫衣是什么呢？就是衣袈裟衫，袈裟是由飞布所缝成，然后再染上梳子，以这种方式做成袈裟来穿，这种叫做分扫衣。当比库们穿分扫衣的时候，佛陀就问他你喜欢穿这种分扫衣吗？那时候比库就回答说，其实我不喜欢穿分扫衣的，但是我的老师乌巴塞那尊者呢却说，如果你要在我你要我成为你戒师而达桑的话，希望我指导你的话，你就需要穿分扫衣。这位比库如此回答佛陀，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我才穿这个分扫衣，不是我喜欢穿。乌巴塞那尊者的随从啊，比库就如此回答佛陀。这位回答佛陀的弟子啊，就是乌巴塞那尊者的这些弟子们啊，都很受人们尊敬的。那时候呢，佛陀听了过后，也赞叹这些穿分扫衣的比库们。那时候佛陀呢，也问乌巴塞那尊者了，您是怎么交接你的弟子的呢？那时候乌巴塞那尊者就回答说，如果有人想要以我为戒师而达桑出家的话，想要我指示他们的话，我将会这么回答，我穿分扫衣，您可以穿分扫衣吗？我也行持这个托钵头陀，也就是去入村入城里面托钵而不受居家邀请，也不接受中区寺院的食物，他们只是依入村入城托钵的食物而维持生活，然后穿这叫做托钵头陀，而且呢他们也住在林野中森林中，不住城中村中。乌巴塞那尊者如此回答说，我行持这三只头陀，如果您也能够行持这三只头陀的话，你就可以在我以我为戒师而达桑出家，也可以跟我共住，只要他的弟子答应这三个条件，他就能够在追随乌巴塞那尊者学习生活了。因此他的弟子们呢，乌巴塞那尊者的弟子们呢，都是很值得尊敬的比库。所以乌巴塞那尊者如此回答
佛陀了啊，他是这么交接他的弟子的。那佛陀呢也赞叹乌巴塞那尊者，也赞叹他的弟子了，阿杜什阿杜乌巴塞那，这做得很好，做得很好。那时候佛陀就允许，如果说比丘修习这三只头陀，就是林野猪、林野猪头陀，还有托钵什头陀，如果比丘们是修习行持这三只头陀的话，头陀支的话，他们就可以见佛陀，没有障碍，不会被阻扰，所以佛陀就允许他们去见佛陀了。所以比丘们呢、啊，他们什么时候要见佛陀都可以，只要他们是修习是三智头陀，因此他们就得到了这给得到了这机会。所以当乌巴塞那尊者和他的弟子入城过后，那时候比丘僧众们都在等待去问乌巴塞那尊者，要他承认犯了巴齐提亚罪。那时候舍卫城的比丘们、啊、都说我们已经做了这个约定，所以你犯了这个戒，你要忏悔巴齐提亚。那时候乌巴塞那尊者就解说佛陀已经允许他们如此做了。那时候呢，大家比丘僧众啊听了过后呢，他们醒觉到，如果佛陀没有治的戒，我们不应该治；如果佛陀已治的，不应该废除，我们应该实行所有已制定的戒法。所以那时候比丘们呢、啊，他们想到哦，只要我修习这三支头头，我就可以见佛陀了。所以守卫城的比丘们呢也修习这三只头陀，如此下来比丘僧众将会兴盛而不衰亡。所以从这个因素本亚当那三摩金第三地，就是不应该佛陀已经自立的戒不应该废除。大家也许大家知道佛陀入灭过后100年，在维瑟利国有一些比丘，他们储存盐来更能以便能够跟食物掺在一起吃，他们有这种见解，乃至他们可以过午时，过了中午还吃，而且还吃钱，也就是总共有10种事情，他们跟僧团所做的不一样。由于这个原因，亚萨尊者还有其他阿拉汉的上座比丘们，就因这个因缘进行了第二次接机了。其实这些接的问题佛陀已经制定了，但是呢他们却非自主的废除，这是不允许的，所以才引申第二次接机。所以从这个第三个因素，未治的戒不应该自立，阿班亚丹那班亚比三地，就是不应该自立新的戒，如果不是佛陀做的治的，还有已经制定的不能够废除，班亚丹那萨摩金的三地，然后实行如实的实行所制定的戒。亚塔班亚迪苏斯卡巴迪苏斯玛达亚瓦迪三地，所有比丘僧众都应该依佛陀所制的戒来实行。如此下来，佛陀的教法就会生息而不衰退。这也是为什么接机的时候都会圣典接机的时候，僧众们都会一起诵念，以便不制定没有制的，然后不废除已制的，如实依佛陀所制的戒而实行。所以也是这个原因，为什么教法一直到现在还存在，如果比丘们不遵守的话，教法将会消失。
비스 예레비구 테라 라타뉴 지라 바빠지다 상가 비타로 상가 바리나 여가 에 사카리산디 가롱 카리산디 마네 산디 보테 산디 에 산자 소 다방 마니산 마니산디 예주스 공진 존진 공양 수자 장교 经验丰富的长老们，终身师父，身体的领导，听从他的忠告，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让身中不衰败、不衰退而能够兴盛。有很多大长老还存在于教法中，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如果下坐后背。时不时去倾听这些前辈比库门遗嘱有提到甚至一天两次到三次如果需要的话去倾听上座比库倾听这些前辈比库门如果说他们不如此做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从这些前辈上得到交界和指引如此下来他们就不能安戒律而生活不能安佛陀教法的这种好 的环境成长但是如果说他们去接近倾听僧团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就知道怎么行持戒定慧逐步的修习成就他的修行也可以遵守他们的交戒这样的话后辈比库门呢他的戒定慧就会成长乃至体证涅槃所以以这个原因应该清净教法中的上座比库门前辈比库门如果前辈们交接这些后辈他们将会成长如果相反的他们就会退步所以佛陀也交界僧众们要去倾听前辈比库们就是时不时应该倾听如果需要的话倾听他们大家可以看到图片这是西亚多基好西亚多基这位是僧团缅甸僧团理事的这个主席僧团理事的大主席也就是本莫西亚多西亚多基那时候帕罗西亚多基在年轻学教理的时候也曾经跟这位长老学习这位长老呢之前现在已经95岁现在已经是缅甸的国家僧团理事那时候帕罗西亚多基呢也时不时去见他那时候达摩西亚多大长老也给西亚多基交接也因为这个原因帕罗西亚多基也遵守他的交接也因此能够禅修即虽然时不时帕罗禅令啊都受到其他派系的攻击为什么呢因为帕罗西亚多依法与力而教导依三章而教导但是却有一些人不认同因为其他人没有实际去修他们也教导不同的方式所以他们不认同帕欧的方法不认同也许也会这些不正确的见解想要攻击帕欧禅林但是呢帕欧西亚多基也跟这些前辈长老比如说本莫西亚多去讨论也有得到僧众这个三章的一些参考作为证据那时候本莫西亚多呢也支持帕欧西亚多基因为帕罗西亚多基遵守法以律的这些教法把本莫西亚多作为僧众主席僧通理事的主席他如此支持帕罗西亚多其他僧众就没有办法攻击帕罗西亚多了有时候即使我们是依法以律而修习依教法而修习但是一些其他的比丘们对禅修没有这些经验他们却
对三藏有部分的了解，比如说清净道论等，但却没有很透彻的这些了解。针对这种比丘，会认为帕欧的教法跟他们的教法不一样，而基于妒忌或者是牵令，他们就身体想要破坏帕欧禅林的这些教法了。所以不只是这种现象，不只是在国外，即使在缅甸也会发生。比如说帕欧教导止观禅修都是依据三藏的，其实是没有人可以破坏的，但是还是有人尝试这么做。那时候帕欧的老师们就去跟长老比丘们、前辈比丘们讨论，而展现出这些三藏的真谛，所以就没有人有办法攻击了。这些现象是正常的，即使佛陀时代，佛陀也面对很多这种敌人。所以即使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人不认同帕欧的教法，只是不善的念头，只是他们不善的念头了。如果说以这些不善的念头而做攻击的话，他们也会遭受到相应的果报。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应该时不时去亲近前辈们，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让教法兴盛而不衰退。第五个因素，不本那呀但哈呀波诺阿维卡呀那瓦桑嘎吉桑地，不本那呀但哈呀波诺阿维卡呀那瓦桑嘎吉桑地，不为重复生死之贪欲所支配。只要是凡夫都会有贪爱贪爱，如果人们不对禅修没有兴趣，不想通过禅修而体证涅槃道果的话，他的心中就会升起贪爱，即使穿上袈裟，但是却不想体证圣道圣果涅槃，那究竟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为什么出家呢？就是为了利养，为了名望，为了有权利。如果这么做想要名闻利养的话，他们将会随心中的意愿，那心中们要什么他们也符合，结果就能够得到这些他们所要的利养。如此下来，他们已经就掉入了这个欲望的这个陷阱，从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到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如果比丘们只是符合心中的要求，去满足心中的这个意愿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戒定慧。但是如果说为了圆满自己的戒定慧，而从新村到村，城到城，国家到国家，这个就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圆满了自己的戒定慧，有了这种戒定慧的经验，他们也想教导新中人戒定慧，这种做法就没问题。但是如果没有成就戒定慧，自己没有成就戒定慧，却想要得到名闻利养富有而到处游行，圆满只是去满足心中的意愿的话，这种行为就叫做不本那呀但哈呀波诺帕维卡呀，就是已经升起的贪而支配自己而重复生死，就是以贪欲而助重复生死了。所以无论贪，因为比丘呢不应，无论面对任何贪欲的升起，他都不去追，不受他支配，不随着贪欲，只是修习戒定慧罢了，是为了圣道圣果。如果有这种心态，即使他不想要名闻利养，名闻利养这些字句都会出现给他，即使他没有期待，
所以呢，只要不受贪欲的支配，不追随贪欲而走的话，即使贪欲升起，它也不受支配。这也是其中一种因素，让比丘不衰退而能够兴盛。第六个因素。阿兰尼亚基苏塞那什米苏萨贝卡保伊三地，也就是勒住阿兰诺，勒住也就是勒住林野。只要比库喜欢读书，在林野中，比库就会兴盛而不衰退。就像大家在图片中所看到的，夏德基在年轻的时候，大概30岁的时候，他就到森林中禅修，直到50岁还是60岁过后才成立跑这个禅林。现在由于跑禅林已经有很多谷地，又变成很大规模了。其实在过去，其实禅林呢有很多树，很深的林野。而且那时候跑禅林还有很多动物，有这个野猪，有鹿，水也没有电。那时候僧众们都住在森林。过后呢，很多禅修者去到跑禅林，很多比丘来跑禅林学习和打坐。所以为了让这些禅修者方便，所以才准备了水和电。所以在早期呢，没水乃是没电的。由于很多禅修者来到禅林，所以呢，寺院就必须安排水电来给禅修者们用。所以下家才看到现在的禅林啊，有水电的供应了，乃至现在还可以用网络来给大家开示。所以如果一位比丘愿意住在森林，住在禅林，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让比丘心生不衰退。大家知道吗？大部分的比丘啊都不喜欢住在森林的，他们喜欢住在城市或者是的村落。如果比丘们住在村落或者是城镇，他们的进步将会很缓慢。如果说相比在森林住的比丘，一珠在这边也有解说，如果因为比丘有禅那的体征，在村里面或者是在城镇里面的城市，他们入定过后，他们一出定将会发生什么事呢？一出定将会听到男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小孩的声音，都会很嘈杂的声音，他们都会听到。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定力将会退步。但是如果是住在森林的寺院禅林，从定，不要说禅定，至少一起身都可以听到动物的嚎叫声，那个老虎、狮子乃至孔雀的声音，他们感到心中都会升起很多的喜悦。当他们作依这些喜悦的心为无常、苦、无我的话，如此修甚至可以成就阿拉汉道果。基于这个原因，佛陀都赞叹阿兰诺比丘，就是住在林野的这些比丘，而住在城镇的比丘呢，虽然住在城镇的比丘也可以体证禅呢，但是如果他们继续住在城镇的话，他们的定力和他们的禅呢很快消失。相反的，住在林野阿兰诺的比丘呢，虽然他们还没有体证禅呢，但是他们却能够在这种环境很容易体证禅呢，所以呢，佛陀就赞叹住在阿兰诺的比丘，住在林野的比丘了，相比于住在城镇的比丘。所以，因为比丘如果
他想要让他的生命出家生命新生而不推衰亡的话，应该住在圣林，住在阿兰诺。现在这边很多的听众都在大乘镇里面听这个开示，大家可以考虑住在圣林，比如说跑禅林，大部分都是在靠近圣林的地方而开示的。即使在佐加也是，美国佐加也是在圣林附近建立。那时候，现在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位新加坡比库乌梅丹南达也在那边住持，因为没有人，因为很少人去这个寺院、这个禅林，所以他也可以在那边好好禅修。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去圣林的禅林、阿兰诺禅林去禅修。第七个因素，阿加班耶瓦萨丁乌巴卡贝三地。Indi anagata cha desala sapramachari agacheyong agata cha desala sapramachari pasu vahareyong， 就是比部门各自占护自己的正念，以便未来的同伴行者能够来，已经来的这些同伴行者呢能够感到安住。这边 anagata cha desala sapramachari， 就是如果说比库门都正念，都保持正念的话，那些有戒定慧的比库门啊，他们还没有来到寺院，但是他们如果寺院的比库都很有正念的话，他们期待这些有戒的、有定、有慧的来他的寺院，他们也准备提供资具、提供所需给那些有戒德的比丘，能够安住在寺院。这边是要很谨慎，其实如果说有这种比库在寺院里面住，还没有来的比库都很想来，已经来了，比如说来了住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本来只是来这个寺院做体验，但是当他来到过后，常住比库都能够招待这些有戒德的客僧，这些客僧呢将会对常住的比库感到很快很满意，这些常住比库都行为都很好，他们给我们准备了很多方便，以便能够在寺院舒适的安住。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只是想住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罢了，但是这些比库受到这么好的招待，就安住在禅林一年两年甚至更久了。也由于这个原因，所有的常住和乃至护法居士们都应该保持这种正念呢，也就是懂得去护持来禅林住的比丘，如此他们就能够在禅林安住。那些还没有来的禅林啊，他也会不断的过来，只要他常住生或者是护法居士们能够护持他们，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让生中新生而不衰退。所以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七个因素，比库不衰亡而能够新生，这也叫做比库气不衰法，比库阿巴里哈尼亚卡玛。只要比库遵守这七不衰法，他们将会可以预想到新生将会发生而不会衰退。之前我们谈的王不衰法，现在我们谈的是比库不衰法。以这种法不只是比库，其实包括下列还有禅修者，如果能够遵守这七不衰法，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寺院或者是整个教法都会兴盛，
就会进步而不衰退。通过遵守这七不衰法，无论比丘还是散修者，知道这七不衰法过后，希望大家能够修习这七不衰法，以便能够进步而不衰退了。通过如此修习，愿大家能够成就，逐步的成就戒定慧，愿大家因此能够提证涅槃。萨度萨度萨度。微微，我们还有20分钟，可以给大家发问。第一个问题，刚才西雅都有提到，护法居士也是护持僧中很关或者事业很关键的因素之一。还是觉得在美国做家宝禅林呢，也是尽量遵守这七不衰法。除此之外，西雅都还有什么交接呢？老师回答说。现在每当南大尊者在那边帮忙，也可以邀请其他长老，比如说阿甘亚塞亚都也可以过去，被邀请过去。可以的问题是，现在翻译，想出家的人需要到东南亚国家吗？想要出家的人呢，只要到一些有比库的寺院，大概5或6位比库就可以了，不止。如果去东南亚国家的话，因为有很多比丘僧团，而且也有清净的戒堂，是更方便的。其实不止这些国家的，也可以在其他国家出家，只要有比丘僧团，而且又有清净的这个戒堂。比如说在美国做教家。这个宝禅林也有戒堂，这个戒堂是清净的。如果在那边有5位或6位比库，而且他们也懂得怎么念诵出家达桑的结摩文，就可以在这个戒堂出家了。所以不只是这些国家，只要有清净的戒堂，有5到6位比库，也知道出家达桑的结摩步骤，就可以在这些地方出家。在美国的人呢，可以到出家宝禅林出家，只要那边有那个足够的比库。另外一个问题，西雅多，为什么即使我们已经有了禅那，但是心还是会排斥禅修呢？老师回答说，有禅那，但是心为什么排斥这个禅修呢？虽然有禅那，老师回答说，为了要保持这个禅那不掉的话，就要持续禅修。但是如果说他生活中忙碌的话，他们的禅修将会退步啦，而且又不能固定禅修，他的定力就会掉，过后呢心就对禅修不兴趣，不感兴趣，乃至最终消失这种兴趣了。所以呢，这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说他们对提证涅槃的动机很强烈，只要还没有提证涅槃，他们就不会停止禅修，即使提升禅那过后，他们还是会去保持禅那的定力，以便不推失。所以这位禅修者应该要考虑了，为什么对禅修有排斥，还有他的禅那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纯净的。有些教法，有些人呢，他教导讲是禅，名义上是禅那，但是不是真正的禅那。有一些传承啊，他们叫的禅那没有禅相等等，其实这些不是真正的禅那。在老师呢教导这种教导禅那是有禅相的，但是却又有人投诉说这不是真的。
甚至他们会在脸书啊，在 YouTube 啊提出抗议。其实这种做法是正在破坏佛陀真正的教法。下一道，第二个问题，下一道，是不是时常住在森林做林阿兰若比姑，如相对于住在城市，是不是比较好呢？作为阿兰若比姑，老师回答说，老师将会依住而解说。老师将会先念巴利，但是过后翻译成英语。有一些人也会因为老师的英语不好啊，所以找出一些漏洞来攻击。但是大家应该要明白了，老师尝试去依巴利来解说的。只要跟老师学习，都会明白老师所要讲的内容。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啊，他们有学习不同的传承，就抓住老师们的英文表达而攻击抛这个教法了，这些是对教法的这些敌意。所以老师先念巴利的文句，老师回答说，这七不衰法里面，让比丘心生而不衰退的话，按照这一点，佛陀是鼓励住在森林，只要他们的心是乐意住禅林的话，就可以期待教法会心生而不衰退。为什么呢？依住如此解说，让比丘住在城市或者是村落的比丘住在村落的话，他们即使入定出定过后，他们就马上听到女人的声音啊，男人的声音啊，小孩的声音。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定力啊，世间的定力也不是很强，所以当听到这些很美妙的声音过后，他们就会想到娱乐。基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定力就会退步乃至消失。如果一位比丘他住在森林道场，在森林道场，即使他一起身，他就马上听到狮子的声音啊，或者老虎的声音啊，孔雀的声音啊，他就升起森林想，就是对森林感到对森林有这个概念，他会想到我在森林里面独处，如此思维过后，心中就会升起很多的喜悦。那时候他们也系统的休息观察，然后呢，也因此他会对这种升起的喜悦心休息观察，因此能够提升阿罗汉道果。所以相比之下，一个比丘住在森林，住在这个城镇，提升禅那；另外一个比丘呢，住在这个森林，反而是睡觉。两种比丘，反而佛陀呢，赞叹住在森林睡觉的比丘。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他禅修，他就很容易提升禅那。但是呢，住在城里的比丘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声音干扰，即使他们有禅那，他们的禅那定力也会消失、退失。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这两种比丘比佛陀反而赞叹住森林睡觉的比丘，所以呢，佛陀也建议比丘乐意住森林道场。只要他们喜欢住在森林，就可以期待教法不会衰退，会兴盛。所以作为林阿兰若比丘，都是比较好的。
相比于住在城镇，当然城镇的比住在城镇的比库虽然森林，但是换句话另外一个情况，即使禅林是在城市，但是环境都是清静的安静的，这也没有问题，甚至会比森林道场会更好了。另外一个问题，现在这个世界是跟佛陀的时代很大差别，那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所有的戒律还可以实行呢？如果不可以，有些如果不行的话，僧团应该怎么处理？老师回答说，的确现在这个时代跟佛陀时代的确很大差别。针对戒律呢，当然戒律里边也有一些例外的，通常重罪，比如说巴拉吉嘎或是桑卡迪歇萨生产罪，佛陀呢制定这些戒啊是很严谨的，但是一些小戒小小戒呢，佛陀也有给一些开源的情的立案。如果说需要的话，比如说当比库入村入城镇的时候，不应该穿鞋，如果没有病因病的原因不能穿拖鞋穿鞋入村或城镇，但是如果说生病不能忍受因为没有穿鞋而感到冷的话，这也是其实包括在有病的原因，所以呢也可以穿鞋子入村入城市啦。比如说在机场，因为有空调的缘故，机场通常都是比较冷的，因为冷的缘故没有穿鞋就可能会咳嗽等等，这种因缘呢也包括病的因缘，所以就可以穿拖鞋了。进厕所也是，厕所很肮脏，而且也可能有传染病，所以这种环境也可以穿拖鞋了。虽然佛陀制定比库入村不能穿拖鞋，但是也有开源给这些所谓的有病的原因，所以佛陀之间呢不是折磨比库的，是为了比库快乐的，所以才会有这种例外。比如说你可以举老师反问了、有没有一些例子是大家认为这个时代某一些戒律是不可以实行的，不适合实行的，有没有吗？所以呢现在这个时代大部分的戒还是可行的，比如说持禁淫，老师觉得夏多基之前啊，在很多国家的比库啊，可能三十四十年间啊，之前的五十年间三十年间，很多比库都持禅的，他们会认为没有持禅在这个时代不能活，就是有这样的比库。但是帕罗西亚德基出现过后，帕罗西亚德基也能够建立不持经营的禅林，也因为这个立案，很多寺院也做以这个为例子了，他们也感到非常快乐，对这个不持经营的戒也感到很满意。但是之前的戒有人会认为比库如果说不持经营很难活下去，所以他们就持钱了，其实他们的戒也不是很清净，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在生活中也不是很如意，所以针对这个立案大家可以考虑咯，遵守佛的戒律还是不遵守。那另外一个问题，顶礼尊者，请问一个国家用
纳税人的钱买现金的杀伤力去给另外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纳税人们会有潜在的杀身工业吗？没有收入不能缴税的人们没有这种工业吗？老师回答说，纳税人呢是因为国家的法律而纳税的，因为有做生意而交税，所以那缴税人的纳税人的动机缴税是因为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因为有这个动机去买武器。如果是国家的这个领导啊，这个政府啊，去拿这些缴税的钱去买武器是他们的问题，不是这个纳税人的问题。纳税人只是他的遵守国家法律的了，政府怎么去花这笔纳税人的钱呢，是他政府的问题。所以大家纳税的动机只是遵守国家的律法，如果不纳税的话就会受到处罚了，所以动机是纳税而不是买武器，这个没问题。邻里小耳朵弟子想去禅林出家，可是障碍重重，弟子想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出家因缘成熟。啊，老师问是真的要出家吗？老师回答说，在佛陀时代啊，当佛陀开示过后，尤其是谈到娱乐的危险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很多人都想要出家，但却不容易出家，尤其是当他们想要从父母或是太太身上得到允许，通常他们都不到允许的，他们怎么做呢？他们都会抗议，他们会展现他们的意愿，说如果你不允许我出家，我将会死。那时候就躺下来七天不吃，所以就看个人的意愿了。如果他们要出家的意愿很强烈的话，肯定会有一些行动，安排一些行动，以便能够得到这个允许而出家。像比如说这个例子，七天不吃，那时候他的父母就允许他，比如说苏迪那尊者啊、拉塔巴拉尊者，他们都是如此做的。他们七天抗议不吃，结果他的父母就考虑了，我们的孩子七天不吃，已经如果超过七天他就会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但是如果允许他出家会怎么样呢？至少还可以见到自己的孩子。那出家过后，如果他作为比丘不开心的话，他也会还俗回来啊。所以他父母就这么想，就允许他的孩子出家了。这是佛陀时代真实有的立案，就是苏迪那尊者、拉塔巴拉尊者，好几位都是如此。之前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禅相的出处是哪里，老师回答说清净道论和无碍解道都有提到。请问尊者七不衰法里边第七条里边提到要照顾其他的到来的出家众，可是如果过来学习的出家众会破坏大众和合，应当怎么做，并且过来的出家众会挑起老师和其他学员的关系，导致其他学员都慢慢受伤离开，同时老师也一直在维护这个学生，这样情况下道场的法工要怎么处理？老师回答说，根据巴利 Gindi Vesala Sabramachari 这个是关键字，就是喜爱戒的这些同伴行者，如果说来的比丘
会制造问题的话，其实它就不叫做别沙拉了，不就是不喜爱戒的比丘，他们的心是不好的。客僧呢，来拜访的比丘必须是好的比丘，持喜欢戒的比丘。如果是不好的比丘，如果说他们有恶欲制造问题的话，肯定的，他是可以从寺院中被赶出去。假如请问尊者，出门时从寺院里带上一些食物，会违反戒律？所以这边他带上一些食物，是僧团的食物呢，还是什么食物？比如说斋堂呢，准备食物给所有的僧众。根据这个比库的这个瓦萨给食物，如果说他们不想住在寺院，离开寺院的话，那要知道这些食物呢是给僧团的，那就不应该拿了。先一定要从僧团或者是从负责的比库得到允许才可以拿。第二个问题，顶礼尊者，在家人如果受犯行五戒，是不是直接念不用念不邪淫，而是直接念不淫，这样可以吗？萨度萨度，可以啊，老师说可以。这也是叫做在家犯行五戒，就像伊萨嘎、优婆塞、优婆夷，比如说在维巴西佛的时代呀、啊，他还是国王的第七位公主，那时候他也是在学习着翻行五戒了，也就是五戒包括不淫，还有 Kumari Brahmacharya 也是如此，他们也是独身不结婚，一生人都只是受持这翻行五戒，这是好的。另外问题，顶礼尊者，头陀行是必要的吗？肯定啊，比如说在米林塔王问经里边都有提到，那些体征此生体征到果涅盘的，即使在家人都好，他们在佛陀时代，他们听法过后，在佛陀开示完，他们就体证出果等等，比如说阿那达边德嘎或是里萨嘎，在家人虽然他们是在家人有家庭，也有他们能够听法过后体证涅槃。那米林达王的这部经里面就问了，米林达王就问南迦斯那尊者，他们这些都是在家人啊，也有夫，也有太太丈夫。在此生都有丈夫太太，其实他们在过去生已经修习了13支头陀，在其中一尊佛底下修习了至少一次或者是很多次，所以他们已经成就了13头陀。基于这个原因，他们能够在此尊佛的时代，即使在家人也可以体证升到圣果啦，所以没有实行这13头陀或13头陀中之一，就不能体证涅槃的。比如说有人此生体证涅槃，但是此生没有成就任何，没有行任何头陀之，其实他们是过去生已经也成就了。另外一个问题，在一些非东南亚的国家没有乞食的文化怎么办？老师回答说，就像那位美国尊者啊，苏布地尊者是从美国来的，他们在夏威夷住3年，也没有自己的寺院，他也是可以去托钵啊，他去城镇里面托钵。也有人供养他食物，他甚至也遇到一些泰国啊、缅甸人的佛教家庭，他们通常都是佛教徒，都会供养食物的。所以看个人呢、啊，
你可以试试去在他们家前面站着，看他们会不会供养了。不需要站太久，也不用太急着走。如果他们不供养，再可以去别的家庭前面站，是可以存活的，没有问题。有一些人的确会明白，这是佛教出家比丘站在家他们家门前，他们也知道会供养的。即使他们这么做也偷不到食物的话，就可以移居到另外的地方了，其他地方了。另外问题，上一堂课有谈到我们应该尊敬和听从长前辈们，但是有一些前辈或者是领导啊，我们从电视看到的都没有理由的，那我们应该怎么遵守这佛陀所教导的这个尊敬和听从前辈呢？老师回答说，即使是前辈，如果说他们不尊敬戒，自己没有戒德的话，可以不用听从或是恭敬他们的，所以就找好的前辈比库门呢。Thank you very much. I think that's all the answer we have today. And thank you so much, Sado. May we have Sado to lead us making an aspiration and sharing the merits, please. Okay, then Rabbi Abdami, do share your merits to all beings. Idame Bunyan. Idame Bunyan. Sawakaya. Asawakaya. Wahan Hodu.哇好好读一旦没不念一旦没不念你把那啥你把那啥把这又好读把这又好读妈妈不念把干妈妈不念把干萨巴萨达南萨巴萨达南巴杰米巴杰米德萨贝德萨贝没什么没什么不念巴干不念巴干拉班杜拉班杜萨杜萨杜